时间晚上9:36，我们要从家里出发去克利夫兰，要开大概2个半小时。施工大车队终于结束了，刚漏拍了，哭哭。滴答，然后现在天空都是星星，然后附近车子只有我们。那个方位就是灯塔，要去架设，准备拍照。拍星星，拍灯塔，这是一个景点之一。对面就是 Pudding Bay。听这个湖浪的声音，它不是海，所以不是海浪。我眼前呢是有很多礁石，很多礁岩，看得出来吗？你们想打灯呢？然后这是对岸的城市，我们用手机的 app 然后看星星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前面是灯塔，这个突然亮起来的就是灯塔亮。关掉光会比较好。我的工作就是摄影助理，前面是我的摄影大哥。好，你这样拿怎样拿？安内哦，感谢。呵，这样拿。嗯、这个盖子帮我拿一下，下面我的左手下面。下面伸出一个盖子。伸出盖子。哼。OK， 盖起来。盖起来。盖起来。我很怕关一只虫进去。对，因为虫有趋光性，虫一直冒过来。帮我转一下。这个地方有萤火虫，各位有看到吗？各位看不到。然后星星、银河、灯塔，这边是湖，架设镜头，拍出美美的照片。其实我们这样还蛮疯狂的，我们九点半出门，另外一层哦，然后12:30抵达。因为我们还先去加油，现在先拍夜景，等一下这边拍一个大概1.5小时之后，我们还要去开1个小时，去一个叫 Skyline 嘛 ，Sky View， 反正就是一个看天际线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克利夫兰那边可以看很漂亮的 view 的地方。然后那个地方我们会再拍正式我们的主角，就是彗星。我要先对焦一下。好，对焦。躺着看星空。哇，鹿哎！而且刚刚有那个浣熊。哦，真的是人跟鹿共。耶，我们离开了第一个地方，现在晚上凌晨2点钟。在1:30还有12点的时候，都有巡逻的人来照灯光。然后第一次，其实我们站在比较外面，其实是有被车灯照到的。然后第二次他们来巡逻的时候，可能没有直接照到我们，但是有照到车，所以他们可能又下来拿着手电筒要来找我们。结果我们在那个房子的后面靠海的地方拍那个星轨，所以他们好像也没有找到我们。不过那个地方就是24小时开放的一个户外的地方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觉得很有趣。这个地方叫做 Marble Head， 刚刚宗子说弹珠头。等一下要去 Edgewater Park， 要开一个1个小时又25分钟那边，我们先来睡个觉，要去 Edgewater Park 那边。刚刚开在湖上面这一区，街景，这边是 Cleveland， 现在是凌晨3:40。嗯，我们就是要去这个 sign，
Hello， 摄影大哥。Hello。现在这个 part 车子进不去，所以只能停外面。现在超冷的，结果我穿热裤。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开车可以从这边进来，然后现在不行。Cleveland， 后面就是美丽的城市。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一个怎么拍都拍不到彗星，然后因为远方的湿气太重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直接用望远镜看到，拍到爆掉。然后后来直接把 ISO 开到最高，曝光时间拉最长，爆掉之后竟然出现拍到彗星了，呜呼，耶！太神啦！真的，耶！6000多年后见。